吃早餐喽！我的线呢？告诉你，今天全是粥。你们谁先来啊？喝个粥有什么猜的嘛？我随便选一个。什么粥？哟，喝个粥还这么丰盛呢、啊？我这该死的手气啊！都是粥，你这是个啥？它真香。看来今天没什么悬念啊，你随意，我也随意喽。哇，香菇鸡肉粥也不错哦。看样子今天都有肉啊。啊？哟。这个东西应该是鲫鱼燕子吧？哎呦我的妈！太失误了！居然向我跃升起！叮叮叮咚咚叮咚叮铃叮当当当叮。哎，怎么停了呢？技术员，还放？不要钱了吗？这个，从它的颜色和它的纹路来分析的话。我还没看出来，但是从它的水分和它的湿润程度来看的话，它应该不是白萝卜丝，它是胡萝卜丝吧？而且这个时候的刀工程度起码得40年以上。这一把杂草在我们农村随处可见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货。哟，这个东西，以我40年的经验，竟然没看出来是个啥。但是从它的外形和它的饱满程度来看的话，难道是？传说中的深海鱼子酱，我就选你了。鱼子酱，我没这样说吧？果然是鱼子酱。以后多跟你表哥学习点社会经验。啊？嗯，好脆呀、啊，对吗？我尝一个。有人。你这个土包子，你会品吗？我这个哼，哎呀，你这人，哼，小卡拉米，佛跳墙，哎呀，原来是凉皮呀、啊，哎，将就的吃一点嘛。我这个凉皮，你见下死手。啊，真香啊！到了。红烧肉、五花肉、梅菜扣肉，哎呀，这么素！今天我的正好，论人品，你表哥先选。嗯，在我们村，我一向是以德服人，隔壁村不行，他们老是来真的。这个小乳猪，刚硬的没打，不能吃。这个波司登，老弟呀、啊，我等你好久了，先休等。这个洋货看着也不错，但是我今天有波司登了，下次选你。哈哈，波斯蛋，波斯蛋嘞，波斯蛋嘞，波斯蛋，哈哈哈哈哈，吓我一跳，我都吃腻了，哼，想吃吃不到吧？啊，真香呀！好多被表哥选走了，这里面肯定有差的。爸爸，你先选。哎呀，老是把难题抛给我。这个猪肉都吃腻了，我选洋货。走你，海鲜。哎呀，这手机废了。一会儿，三年合同，3年，你自己知道。你也有今天，这个是好的了吧？红烧肉。原来是红烧猪耳朵哟，也不错。有人，哎，居然向我跃升起。吃饭了。哎呦！哎呀，臭不要脸的，你嘴巴这么小吗？你继续吧。嗯。
是此地无肉，这也太明显了吧，刀杀呀。这个暗藏玄机，那是坤坤，哎，看不懂。这个骨头啃得这么干净，我不信，肉肯定在下面。红烧肉、五花肉、梅菜扣肉，哇，原来坤坤在这里哦。观众别浪，还是养我。哇，啊，真香啊！哎呦，到我了哟，我的嘴巴小一点哦。有人暗藏玄机，人都说了藏的是玄机，我就选这个。玄机，玄机，玄机，玄机！哈哈，我果然没猜中，不是说了暗藏鲍鱼吗？啊！啊，真香！啊！你个水鬼，我早就猜到了。不要向我与我生气。喂，村长，今天谁幸运？我只能说两句了，让新来的幸运。凭什么他幸运？凭什么？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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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人家是有背景。啊！你先来吧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哎，这个锣还可以。领导问规矩啊，要分析。哎呦我的妈！分析啊。这个螺，这个螺还不错，还没吃过嘞。这个蛋，天天吃。你这个大生蚝，这个我小时候吃过，我喜欢。小心下面暗藏玄机哟、哦！鸡也不算，我喜欢。大鸡腿，大鸡腿，大鸡腿，大鸡腿！哎呦我的妈！你不是说好像是鸡吗？真的我不爱吃。哎，刚刚你吃吧。必须吃完。哼，吃就吃嘛。我更衰了，今天稳了，好、啊，你谢谢。小卡拉米活该哦，我选了个螺，红烧肉、五花肉、梅菜扣肉，赢的只好一点点哦。都是你骗我。两碗都是好的，你这是个啥嘛？哈哈，不对不对，不是对啊！这是个啥？阵容是吗？你用它来，你就躲得过了吗？哎呦我的妈！夏日炎炎，西瓜正甜，今日干饭，我想先看你们有没有什么意见？耶，我的草原我的马，你想咋耍就咋耍。嗯，东风吹，战鼓擂，你不踩雷谁踩雷？看不起谁？这个三只鸡，这么小的瓜，三只鸡，你糊弄谁嘞？四只小虾米，塞牙糊弄不住。这个黑珍珠长这么大，我还没吃过嘞，我想长长见识。黑珍珠，果然是黑珍珠啊！你个雷神！有人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表哥，你帮我选一个。你要相信你自己，你表哥是最棒的。这四只小虾米，我早都帮你看好了。听表哥一言，吃虾就在眼前。大龙虾，大龙虾。表哥自我心呀。你表哥什么时候让你失望过？真香！哎呀，三只鸡你们都不要，没眼。三只鸡，这个也是三只鸡。你们的粉丝他是不是